住在万象的永贞精品酒店这里，它这个阳台非常大，而且离机场也是有一定距离，正好是避开了禁飞区，所以没事就拿无人机出来飞一圈，让大家看一看万象的景色。以前来万象很多次，基本上都是住三家那边，但是那里离的机场太近，是禁飞区都不敢飞。这里是可以飞，但是从阳台飞出去再收回来，这还是第一次，只是尝试一下，就不考虑什么拍摄的好不好看，主要是试飞一下无人机，从这个阳台飞出去拍摄一下又收回来，脚不方便，没办法，很多地方没办法出去拍摄，只能是拿无人机来弥补一下。如果说是到万象这边放松一下，我感觉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。大家有没有看见楼顶有游泳池，还有餐厅，这边相对来说地方就宽敞一点，视野比较开阔，住起来整体还是不错的。如果说是过来万象休闲放放松，到这个地方还是可以。